皮笑人生，皮笑人生，皮笑人生，皮笑人生。Hello， 大家好，我是 Kiki。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我，是因为之前欲罢不能那几支影片，还有一些实境节目的讨论。那我本身真的是电脑宝宝，就是人生大概 90% 的时间都在网络上看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我也看了很多可能在 Netflix 上讨论度没那么高，但我依旧看得很爽的实境节目，想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要介绍的内容也不仅限于两性题材啦，一共要跟大家介绍五个类型不同的 Netflix 实境节目。那在我开始分享之前，还想麻烦大家先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很多精彩影片哦。第一个要来介绍的节目就有点重口味哦。如果你是喜欢看富豪生活或是其他炫富型的节目，比如说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璀璨帝国》，那你一定会喜欢 Netflix 的这部原创真人实境秀《Selling Sunset 日落豪宅》。日落豪宅中的欧本海姆集团是销售洛杉矶豪宅的知名房仲公司。节目的班底包括两位老板以及他们聘用的美女房仲们。观众除了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富豪都住在什么样的顶级房源之外，节目也会跟拍每位美女房仲销售房子的真实过程，以及他们戏剧化的日常生活与勾心斗角。其实日落豪宅有点像卡戴珊家族的房仲版，但是节目的班底每天上班穿着化妆都非常浮夸，很像明星要走红毯一样。但是每位房仲其实都大有来头，比如说克里斯海尔，他以前是肥皂剧演员，后来转行到房地产领域之后，常常和其他同事发生争执，就连他被老公离婚的心路历程也被节目真实的记录下来。还有日落豪宅中我最喜欢的房仲克里斯汀奎恩，他长得就像一个真人芭比，之前还有当过演员模特，也是欧本海姆集团中收入最高的经纪人之一。虽然他的外形给人一种很爱惹是生非的感觉，但我个人很喜欢他的个性，还有他在节目中很创新大胆的想法。比如说汉堡和肉毒杆菌晚宴，乍听之下好像很疯狂，但在洛杉矶一带最有钱的人不是明星就是整形医生，所以他瞄准的潜在买家其实很准确。还有第三季他的世纪婚礼，哇，真的也是让人叹为观止，我都不知道婚礼可以这样子办。当然还有其他成员，像是 Mary、 Heather、 Davina 等等房仲，个性也是非常鲜明，所以这个节目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的真人秀。其实我本来不打算介绍这部，因为之前在 Netflix 的情欲节目那集就有跟他说过，我觉得瘦瘦相亲的名字听起来有点鸟，但没想到我点开第一集之后，他有给我一种哇，就是出乎意料的感觉。瘦瘦相亲有别于以往让单身男女面对面约会的方式，节目组让成员戴上动物的面具后，来宾在不知道对方长相的情况下，单纯透过个性聊天内容展开一场深度约会。瘦瘦相亲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是，节目总共有六集，但是每一集的来宾都是独立的，就是不像其他的实境节目是同一批成员一次拍到底，没有，他们就是每一集的来宾都不一样。那节目主要分成两种形式，单数集是一个女生挑选三个男生，双数集是一个男生挑选三个女生。成员派对的第一阶段是在酒吧快速认识彼此之后，挑选者先淘汰一位跟自己比较合不来的对象，然后再跟剩下的两位竞争者一起度过一天的深度约会，选出自己的最终配对对象后，才会看到彼此的真实长相。那因为节目的节奏很快，他也没有让你立刻跟对方交往，就是单纯帮来宾找对象发展这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点就是来宾的颜值都超高。那我个人是最喜欢第一集，因为他们脱下面具之后的反差蛮大的，而且这个节目一集大概才二十几分钟，又不会花太多时间，又可以满足自己想要看俊男美女配对的欲望，所以以时间还有节目的丰富性来说，我觉得 CP 值算还蛮高的。比佛利交际应该可以说是炫富型实境秀最长寿的节目吧，就是这个节目一共有11季，那我自己也只有看一两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我会建议你可以挑着看，就是不用每一集都看。不过我要先声明，比佛利交际虽然戏剧张力很够，但三观非常不正，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影响。比佛利交际顾名思义就是记录一群住在比佛利山的贵妇生活，有的人家族企业拥有一支 NBA 球队，开赌场、音乐公司，甚至想去哪里就搭私人飞机出门。也有许多熟面孔，包括 Paris Hilton 的阿姨、超模 Gigi Hadid 的妈妈，都有参加过这个节目。比佛利交际除了会出现一些一般人没办法想象的富豪消费行为，比如说随便就买法拉利送老婆，然后狗的房间住得比人还好之外，每一季贵妇之间总是会有各种争吵小圈圈。即使这些贵妇的年龄都不小了，但看他们争吵，有时候很像在看小学生的女生在吵架，也是蛮不可思议的。但是我想提一个镜头外的资讯是，这些比佛利交际虽然看起来好像过得很爽，都不用出门工作，但节目中有很多贵妇因为老公出轨或离婚等等事件出现药物酒精成瘾的状况，甚至还有人借着参加节目的名义试图让老公在镜头前不得不收敛他的家暴行为，也有很多贵妇有精神上的疾病。
所以比佛利娇妻我再次强调，价值观千万不要被影响。就是有时候节目的 drama 虽然荒谬到很好笑，但他们的价值观我真的不敢恭维，就当作是可以一窥富豪生活的饭后娱乐就好。我觉得我每一集的实境秀讨论好像都脱离不了欲罢不能耶，因为第一届的 Chloe 也有参加美国版的 The Circle， 而且还成功和里面的成员正式交往，但这明明就不是一个配对节目啊。 The Circle 一开始会找来八位玩家住进自己的专属房间，比赛过程中玩家必须与 Circle 这个声控社交平台进行交谈，成员可以选择使用真实身份或是用假身份和其他玩家交流，玩家之间也会相互投票排名，选择你心中最真诚的成员以及使用假身份的玩家。人气最高的玩家每集可以享有特权，选择你要淘汰的对象，反之人气最低的成员除了会被新玩家取代之外，也无法晋级决赛角逐最后的10万美金。简单来说就是在比人气的节目啦，但我觉得 The Circle 的宗旨还蛮有趣的，可以让大家透过真人秀去思考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资讯到底是真是假，甚至在社群媒体上我们到底是要做自己还是要假装另外一种个性，呈现所谓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美国版的 The Circle 一二季我都觉得蛮好看的，但是第二季我个人觉得 drama 比较多，游戏制度也比较刺激，因为新增加的小丑环节可以说是集邪恶收视于一身的亮点。而且我看过欲罢不能观众，你会发现 Chloe 在里面的戏份很多，他在节目中除了找到自己的姐妹，居然还和 Mitchell 真的交往，两个人在 Instagram 上还常常放闪， Mitchell 甚至还会到机场浪漫接机。不过2021年8月19日，双方在 Instagram 上宣布因为远距离加上公众压力，他们已经正式分手了，让许多粉丝都相当错愕。但最让我震惊的不是 Chloe 的分手消息，而是他在分手之后居然跟欲罢不能的渣男帮，也就是 Harry、 Marvin、 Chase 玩在一起，让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同流合污。但whatever， 就是以 The Circle 的节目戏剧张力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实境秀还蛮好看的。你家就是顶级旅馆是2017年澳洲制作的实境秀，总共有两季啦，但我个人只有看过第二季，因为集数比较短，只有6集而已。可是节目的内容其实简洁有力，而且很有自己的特色。节目组找来澳洲各地的民宿经营者一起角逐澳洲的最佳民宿，房东们利用澳洲多样化的地理环境打造出地方的特色旅馆，节目会根据房源、环境、地点、附近景点安排、睡眠品质以及性价比等等评分标准，让房东们在入住地营体验完整个民宿环境后，再加上两位评审的评分，一起选出最佳民宿的优胜者，并获得10万澳币的奖金。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是，一般我们出去玩不是就想要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吗？那住宿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体验。那节目中的民宿呢，真的是非常有特色。有人在沙漠里的地洞开民宿，有人就住在热带雨林里，你家后院就是整座森林，真的非常的酷。但是因为成员要争夺奖金嘛，所以他又集结了大家最喜欢看的 drama 元素，而且每位成员的个性都很鲜明，就是很常吵架等等的。不过除了 drama 之外，你家就是顶级旅馆又增加了改造环节，分数最高的前两组房东要根据房客们的意见做改善，在重新改造民宿之后才会选出最后的优胜者。所以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某部分也可以把自己当作是评审，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去住这个民宿的体验，然后甚至是周边环境怎么样等等的，让顶级住宿这种体验不再那么遥不可及，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实境秀的。好啦，那以上就是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5个 Netflix 真人实境秀。里面有些是原创，有些是买版权的，但我一直都蛮喜欢 Netflix 在实境秀上面的发展，因为他们的选题题材都蛮有话题性的，就是有很多的看点在，我也蛮喜欢 Netflix 在这一块的进步。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以上这5个节目，又或是你有看过其他的真人实境秀想要推荐给我，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别忘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哦。我们下集见喽，拜拜。其实这5个实境秀里头，如果硬要说，我最最最喜欢的是《日落豪宅》，因为那个节目啊，成员真的很像新时代女性，就是很真实，但又觉得好狗血的感觉。不过《日落豪宅》其实也有很多争议，之前就有网友爆料，节目为了要维持这个高颜值，所以欧本海姆集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房仲，但他们就没有拍到他们的真实情况，就单单只拍这些颜值高的美女啦。这样，那目前那个节目是拍到第5季，我自己只有看到第3季，因为 Netflix 也只有买到第3季而已，所以之后还有看到什么样的内容，会在 Instagram 上跟大家分享喽。